有人。哦，搞定！哎，哥，醒醒，醒醒！快快！啊！哦！啊！你这是干嘛呀？把我绑起来干嘛？哼，谁叫你把我眼睛弄成这样子？关我什么事啊？那眼睛是蜜蜂蛰的，关我什么事？我不管，就是因为你。那是你自己咎由自取啊。对啊，我咎由自取，你就等着锅底灰伺候吧。阿培，拿锅底灰过来。马上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有人要成大花猫了。走！别动我，别动我，别动我，别动我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完美，走，阿平，我们去取助梯。等一下，在我哥面前慢慢享用。你们赶紧放开我啊！别太过分啊！快点！喂！不要着急啊，好事还在后头呢，等着吧。花，还有没有合适的小姑娘给我表哥介绍介绍？几个表弟都结婚了，就他还单着，脸都要挂不住了。那我之前给他介绍，他还不要？那时候不懂事嘛。那这个他会喜欢吗？这么漂亮，肯定喜欢啊。那你让他直接点，总是要找下个心意就行。你看，这里面都是咱附近周边的单身美女，长相身材要啥有啥，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一抓一大把。资料都是实名认证过的，照片信息想看啥看啥，各顶各的靠谱不说，而且还都是女追男，一上线就有十几个喜欢你的，主动给你打招呼，看上谁直接一对一视频，不要会员，没有限制，想聊啥聊啥，方便得很。还是你鬼点子多啊，我就去给我表哥说。哎，快去快回啊！好好好。来，别动我！没办法谈好啊，压轴的还在后头呢。哼！一二三四！哥，坐稳了啊！没开始，开始。来。嗯，香啊，太香了。来。啊。